两个人一起吃完这份鸡肉拌面，用时最快的人可以获得华为 Mate 60。大家好，我是程飞，咱们时隔一周又来了啊！这个面老怪辣子鸡拌面，今天咱们来参加决赛，看看能不能把华为 Mate 60拿到手。小伙伴到了啊！然后就是上周我们的半决赛的时候，评论区有好多人说是我的伙伴吃这个鸡肉太慢了，这个其实是我们提前商量好、分工好的啊。因为那个之前的那个鸡肉里边骨头太多了，碎骨头太多，啃起来非常慢。而且如果吃的太快的话，又有危险性，所以就进行了一个分工，由他去专门去吃那些刺儿多的骨头。骨头多的鸡肉，同时这个事情也跟他们店里反映一下啊，就是决赛这一场的时候，全都给换成了无骨鸡肉，至少吃起来也更安全一些吧。看看今天能够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，加油加油！现在马上是2点了啊，比赛要开始了，然后给我们安排的是3点那场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别的选手的战术。到场的一位小粉丝帮我做的加油卡片，太有心了。哇，四分12秒呀，是厉害呀、啊、厉害啊。1、2、3，成为老师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最后这场决赛他新加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说这个整个盘里头必须光盘，连汤都不能剩啊。然后这个是对所有的选手都是一致公平的啊，毕竟人家也是掏了真金白银做这个活动，这万一有人剩的多点，有人剩的少点也不好评判，所以就把规则给统一了。那咱们就准备开始了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财神庙，这个要拜一下啊，希望财神能够保佑我的粉丝们以后财运亨通，发大财。你们要开始，我就开始给你计时了。那咱们就准备开始了。
真的是非常厉害啊！刚才这一轮又有一组选手出现了，3分51秒，这是今天获得第一位的两位。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，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然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，才更值得我们日后去品味。回看的时候发现小伙伴嘴里东西还没有咽完，那这样就其实没有得到第二名，于是赶紧联系老板把奖金退回。老板一人发一个也行。耳洞奖还是比较强。恭喜恭喜，比赛比完了获得了第二名啊，然后这个奖金2000块钱到手了，这个跟第一名确实是实力差距，确实实打实的差了将近20秒了，是吗？然后呢还送了两个杯子当纪念品，以上都是奖励的情况啊。毕竟这个今天这个叫我知道会有很多的粉丝会来啊，问了跟商家申请的一个这个粉丝福利，已经发出去了35个了，难得这个这么多粉丝赏脸过来，就是跟商家申请了一个小小的优惠啊，希望能够让粉丝们，这是算是一个回馈粉丝吧。那么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啊，关注我，看看我以后还能再参加什么比赛，赢得什么奖品啊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